TWICE 官方昨日释出了几段最新舞蹈影片，由子瑜、某某、蔡英与编舞家 KO Children 一同演出，三人动作到位，爆发力十足，让人看得目不转睛。网友大赞 TWICE 三位团员都表现得很好，每个人都展现了精湛舞力，特别是猫内子瑜，一双长腿就快满屏，手长脚长，跳舞真的很好看，不仅动作干净利落，超会扭，连表情也放开了，让人离不开视线。不过也有网友注意到，身高跟子瑜差不多高的编舞老师才是当中最敢跳的，不仅动作最狂野，表情更是超级到位，简直比女生还妖娆。其实 KO Children 大有来头，堪称南韩女团舞蹈幕后推手。浏览他的个人 IG， 不仅曾帮 TWICE 编舞 Blackpink、Apink、EG、The Seraphim、White Baby 等女团，都曾与他合作，四度拿下世界嘻哈舞蹈锦标赛冠军的 KO Children 提出身为一名舞者的三大要点，包括要学会如何说话与人交流，否则不会有工作上门。此外，对人态度要和善，最后要抱着必死精神，对大小工作都要慎重看待，展现了专业舞者的敬业态度。爱豆韩社，美儿姐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